你真的要杀我吗？ 早已不惜血，骨血清源，生养之恩，今日我就真真正正全部还给你。真不愧是我薛家人，够狠，够绝。薛远，纵使我不杀你， 你这20年的罪行已罄竹难书，圣上会杀你，天下臣民会杀你，国法律例也会杀你。等到九泉之下，面对万千冤魂，面对我的亲生母亲，你亲自去赎罪。 谢君，我保证不任性了，我保证听你的话。 醒过来，我就答应同你成婚，好不好？啊！不要留我一个人。